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对老师很赞赏、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对老师很赞赏。除了按赞怎么样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怎么样受益。那如果有什么建议，可以滑到最下面留言哈、那如果还有问题或是想更精进的、加入老师的那个耐群组、就是那个速读那个研究群组，那也可以、OK， 好，我们再继续看、我们看这个 V2、V2 是865，那会不会86？不会，所以说是85配，那这个就是5，那这个也是5 OK、本来这题来说要用弄那个用双层套的，但我们现在越精进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用双层套，那个就是用那个可能什么数字再来排除啊，那个后来我们就不做那个动作了哈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，这个9过来，好，那我们看这个。这个有了哈，那9过来，这个没有用，这个九过来哈，来看好这个9过来，这两个有9，所以这个不能有9，这个不能有这个9哦，很难看得出来哈，就绕眼路去哈，因为可能你认为没有用，没有关系哈，来，到底是56配还是15配哈？好，那我们来说哈，我们来看这边啊，这边这不能放6，这也不能放6，6只能放哪里？这两，那就是6，是不是怎么配？56配哈，这个就放6，这是蛮特别的哈，56配。好，那。我们再来看这个，这个东西来说哈，是什么配哈？61，是不是61配？这边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是放一，OK。那我们再把。这个3杀下来，这个就是3。OK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哈、这边是不是不能放2？这个呢也不能放2，这个就放2。OK。那还剩下多少？4跟9哈、那这边有9就放什么？4。那这边就放9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7过来，这个就不能放7，所以这边有7，所以这边就不能放7，就7就放这边哈，都是很蛮隐藏型的哈，这个7杀下来，这个7杀下来，这个7杀下来，这个就是7。好，这个7过来，这个7过来，这个7过来，这个就7。好，再杀上去，这个7，这个7，这个就7。再杀到中间，这个7，这个7，这个就7。再来呢，我们看这个7过来，这个7过来，这个就7。7怎么样？ Bingo 了。OK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8过来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8过来，这个就8。那这个8下来，这个就8。那这个8过来哈，这个就8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差哪两个哦？1、2是不是差3？再来怎么？也是3、4没有，这边4就放3，这边就放4。好，那这个4过来，这个4过来，这个就是4。
好，那这个四杀上来，这个就是好 ，OK。那这个四杀过来，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已经有四了哈。OK， 谢谢大家。